我把这个TF限定的秀女拼包了。嗯，好看不？好看。关机了。你给我说的，我都不认真跟你说了。对吧？接下来我要跟你说一件事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。啥事啊？你说把你别挠，你别吓唬我。你说把全家福设置都拼包了，我都不忍心伤害你了。不是搞一个的了。俺妈说的那个在恁家拿16万彩礼，16万的。拿俱乐部。你别吸烟了。我也知道你知道你现在也比较困难，我都跟你说说都咱俩想想法了，还咋弄啊？要不你回家跟你家人商量商量。不用商量，那不行。俺家现在情况你又不知道。我知道恁家现在情况。我也，对，我也不管人家嘛，都是。怪自己的真是。真是家人真拿不起，现在真拿不起，你知道不？不知道。姐姐接不出来，怎么样？那我再给俺妈商量商量，给俺爸做他的思想工作。那应该签合呀。先别跟他说了，那俺得想想法儿。那也不能就借钱说彩礼钱来。借也借不出来。那咋弄啊？想想办法。其实要这个婚礼得抓紧贴了，不能这拖着了。就是俺妈说了，要了这个彩礼钱，她也不花咱的钱，她说还是给咱俩的，给咱俩花。她说那样的话，咱结了婚手里有点钱，不作难。她不花咱的钱，她也不要那个彩礼钱。到时候结婚了还叫我带走，她说，这是帮咱存的。知道。但是这个钱真拿不起啊。